全美有这么多供应链的项目，不管是本科的项目还是硕士的项目，供应链呢这个专业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也有很多相辅相成的领域型的互相衬托的专业，或者说相互重要性关联的专业，像运营管理啊 manufacturing 生产制造加工啊，包括运输 transportation 和 logistics，他们一块形成了整个的供应链。但是你要过来问我供应链哪家强？我们今天来看看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供应链，在我认知里面，在美国就没有跌出去过前三的排名。这是历经是这个历经历史啊和这些年份的检验，在供应链 WP Carry 的 ASU 的这个项目里面是非常强悍的一个项目。它强悍有很多因素，但是今儿张老师又再次小刀拿张老师的屁屁看，张老师又开了眼了。好家伙，我怎么记得上次来没有这个呢？好家伙，这次来这儿看，哎，你看人家这个供应链交了，人家这供应链交了都，你就说是不是领先很多商圈，其他商圈一大截，很多其他商圈还在研究供应链应该怎么开设课程的时候，好家伙呀，ASU 这边理学硕士项目、供应链项目给了两个分支，你说人家是不是行家？真是有，每次我看到这就有种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感觉，弄了很多商圈跟外行似的。这儿 end to end supply，你看全美这么多，哎，全美啊1700多所，私立非盈利大学1600多所，公立大学加起来3500多所，这种 universities 还不算那些盈利性质的，那加起来6000-7000所大学开设了几十万个项目吧，应该也得有一个大学平均，你算一个大学平均开20个项目，一个商学院。还不是一个商学，还有工程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加起来真的有小10万个项目了。我第一次见 end to end supply chain，点对点，就是终端对终端的供应链的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end to end supply chain，你看里面教的是什么？end to end supply chain refer to entirety of every supply chain process and from logistics to procurement，也就是说从 from logistics and procurement，从采购、运输、收集 all the way 一路上 to the customer experiences。也就是从这个，就是把两个端点从刚开始一直这一条线路到最后，这个供需关系一直到供应链到消费者的手中。Proven expertise, clear solutions。然后你再看这儿，数据化的供应链 business intelligence。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ASU 有个学生，他们就做了一个用数据化分析在运输过程中大货车爆胎的爆胎率。和预判这个大货车在这次行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爆胎？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跟我说，就教授跟他们说，大货车如果在高美国美国大货车，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美国大货车如果在高速上爆胎了，涉及到一系列的什么风险、交通意外的事故、救援的成本、耽误的时间、对供应链网络的时效的最后影响到消费者一系列的因素。基本上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每小时哈，2000到3000美金，就不是说真的是公司印钱或者说撒钱往路上，是每小时带来的客观的或者说影响的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通过数据化计算这个大货车，一个大货车很多很多轮胎啊，大家见过美国的大货车跟中国的不一样，不是中国落后，千万别崇洋媚外，好吧？中国的跟欧洲的有点像，中国欧洲的那个都是一样的，前面没那么大鼻子，美国人是爱整那个大货车前面的大鼻子。我跟你说，真正造车的那德国人那才是行家呢。好家伙，你看那 MAN 那些大的客车什么的，你再看美国那个大的那个大鼻子那个车，那车上面我好家伙，正好没数过10几个20个轮胎总得有吧？那要是中间爆一个轮胎，那还了得？所以他们就用数据化来判断。这个轮胎在这一次过程中有没有概率爆掉？如果有概率，提前换掉。这就是数据化的能力，商业分析在供应链的应用。所以说，你看那个一个教的原汁原味的供应链项目，另外一个用的是数据化教供应链项目。ASU 的 W Carry 的供应链真是行家呀！我每周五当免费的咨询时间，两小时连线，我可以给我发邮件 firstsem.lessonhennessy.com，到微信连线 PCMHS PCMZR 以及 PCMZ。这样，这以上本期视频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At Henness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y,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